近日，戚薇现身广州，助力出席马拉松夜跑活动。前一阵手受伤的戚薇依旧活力十足，身穿白色 T 恤、蓝色牛仔短裤，清新亮相活动现场，一双美腿也是白到发光，十足吸睛。这次带伤坚持参加工作的戚哥，在活动中还交代了自己的伤势。他大概就是因为骨头的事情，所以需要时间慢慢恢复，就让他这样挂着没问题的。受伤反正伤都伤了嘛，是吧？突然他慢慢会好起来的。戚哥还是会变成健健康康的宝宝。此外，戚薇还表示，因为受伤不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夜跑活动，十分遗憾，并呼吁上班族一定要多多运动。活动现场，戚哥不仅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，现学现问了几句广东话，还大玩女号我猜，并为观众送上礼物，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。1、2、3，怎么又是你呢？你俩要干嘛？来来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3、2、1，哇！看到带伤坚持工作的戚哥，真是忍不住为他点赞。如此正能量的爱豆，大家赶紧运动起来吧！芒果捞新闻，我们的戚哥真是当之无愧的拼命三郎了。